求求你快开城门吧！是啊，开城门吧！日本鬼子呀，要打过来了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乡亲们，鬼子们，不开城门！啊，长官，你再不开城门，我们都会死的！求求你了，把城门打开吧！啊，让我们进去吧，长官！怎么回事？报告连长，下面有一帮老百姓要求开城门。长官，放我们进去吧！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！长官，放我们进去吧！长官，求求你了，长官，把我们进去啊！下去看看。是。哎，长官，您可出来了，您发发慈悲吧。长官，求求您了，让我们进去吧。 大家都不要着急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城外走马岗的山民，鬼子要追来了，快让我们进去吧。你们都看仔细了，不能让小鬼子混进城来。是。你们几个把枪收起来，快，进来吧。哎呦，走走，进去。是，排好队啊。来，东西看。查仔细了啊。走吧，李哥，走吧，来，走吧，走，来。 下一个，走，来，东西看一下，都打开，哎，好吧，进来了，进去，下一个，你看看，啊，走吧，哎，哎，你的，哎，这是我的，你过来，嗯，走吧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好，哎，走吧，下一个，来，谢谢长官，进去吧，来，等一下，你过来，走吧，走吧。 来，你的，来，立住！哎，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停兵！好，过！ 让他们进城，把城门给我关起来。是，快追！队长，快，小雷，营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追！ 小鬼子怎么进来的？这些鬼子太狡猾了，他们混在老百姓中间。不得停，他们人数太多了。追，追，追，快，快，快！王旭，那边报哨，走，这边，快，下人。 过来！
吴将军，我接到我们这样太晚的了，我们都打到县城了，为什么不跟这些中国军干一场？退去，别那么折腾，别忘了我们来的任务。快跟上！停！别追了，好的够快的，鬼子又躲起来了，真他娘的缩头乌龟！停！别浪费子弹了，王旭，你带人继续搜捕日军，我带弟兄们回县城。是，你们跟我来。 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不想走，我要陪着你。行了，我还得去巡城呢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让我陪你一会儿吧。你躲开。 快走！狠狠地打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走！
不，我们是同乡，一起来的，我们都一起走。炸死你们！